那个，你工作的事儿我问小雨，他承认是他做的。你干嘛要去问他呀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他这么做不对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这工作是他给我找的，他不让我在那工作了，这很正常。你干嘛要多此一举，弄得我很可怜似的。我就问一句，我又没多说什么，那至于反应这么大吗？我不想掺和在你俩之间了，有事没事算在我头上，我觉得这样很没意思。哎，江小新，是我求你让你掺和我的事儿吗？是你主动要掺和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倒成了我的不是了是吗？我发现你真是不可理喻啊。你才不可理喻呢！